早上七点啊，捞到我最高纪录能够捞到要到十二点了、啊，四五个小时在海站，在海那边站住。我一天换四五件衣服啊，最高就是六套衣服啦、啊。别人通常会讲一句话，没有用的，你觉得还是有的。哎呀，很多人都讲这个傻瓜，人家丢你就去弄哦，那你一个人，那算百个人丢，你一个人怎能去做？可是我也是会自己自问自答，跟人讲的。你今天吃饱了，明天还是要吃啊。今天冲凉，明天还是要冲凉啊。只是纯粹一念心，就是这样做下去。把垃圾捡起来再丢进去，这一套动作有人坚持了五年，将近2000个日子，福问风雨无阻的做到现在，靠的是一颗爱地球的心。潮水有退涨，蔡福问无兼修，只是把做环保的方式从捡垃圾变成捞垃圾。因为我记得小时候，我们的船是摆在这边嘛，当水涨潮的时候，我就在这边跳下去，拿玻璃瓶装水丢下去里面，整个人沉去里面。四小时的游戏啊，很快乐啊！我希望要回到以前哦。现在我也要让我的下一代，我的孩子享受到爸爸以前童年的快乐。是以前不是捕鱼，现在是捕垃圾。以前是破坏生态，现在是保护生态。从不被谅解到渐渐认同，福文的坚持影响了亲人与邻里。落来都搞到了。OK， 等马克先啊。你们多久来收一次？没有，我们知道他通知。我一个月啊，我老公在那又喝这个矿泉水了，应该有20箱的。因为我以前啊是拿去丢在那个垃圾那边的，但是这几年有了环保嘛，啊，然后我去支持环保咯，啊，我全部收起来，我装在这个碗里面咯，啊，然后这个文副老板就来拿咯。就是说啊，以往可以弄那个吗？装我看他们每次在装吗？就做给他们啦。这个盖环盖，这个环这个，我就惊狗了，我就把这个杆子堆搬来面咯。都干爱夹去啊，迄个环保站咯，伊环保站有做物件咯。有时我人食醉吼，我就去贴纸，叫做好了吼，啊，甲叫我的囝载环保站咯，佮互遐人行走咯。8年的光阴献给岛上环保，这条守护家园的路需要人多齐相伴。鸡蛋岛就是我的家，你一定要保护它，你要爱它。大爱新闻陈静云、林彦君，马来西亚报道。